睡着了，看他的头好大，让我来吓一吓他。嘿，这是你干啥？你给我打卡！我经常吓他。我也经常吓他。有时候他真的很烦哎，还不来理我，气死我！哎，你能不能别玩了啊？不是你今天怎么了？我生气了，你没看见啊？没看见，我没法跟你说。看你以后还敢凶我！我很喜欢做饭，然后我经常自己做饭。他喜欢做饭，我帮他收拾残局。我来。你今天10/20。跟我来吧。你还敢打我？哎，你耍赖是不是？我曾问过自己，理想的爱人是什么样子，也曾百般思量我在他面前会否足够温柔，而你的出现推翻了所有单调的定义。从不迟到的牛奶，恰到时候的便利贴，总是被平整叠好的衣服，就是平淡生活里的小确幸，让我温柔地触到，原来爱情不是字典里的说明，也不是电影中的渲染，爱是只想和你一起重新定义每一天。你知道你和狗的区别是什么吗？当然有区别了。什么区别？不是人，它是动物。哎，哇，狗住在狗圈里面，你住在我的心里啊。